点你呀、啊。芜湖重点来了，又是一个主食冻干饼，一包12片，一共720克，特别大一个，独立包装比狗脸还大，同样拆一个试试适口性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大了。来看一下八丑的脸大还是饼大，饼之大一口吃不下，酥脆度还不错，八丑很爱吃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吃播。小插曲继续，问题不大。麦德是做保健品的老牌子了，男的出试吃活动，咱们浅试一下。这个是在三家的新品洗衣凝珠，据说可以做到99%的高效除螨，除菌率也高达99%，而且还添加了除毛因子，减少宠物毛发吸附，可以提供检测报告那种。闻起来就是淡淡的高级香，最后是我给我自己的买的一双小粉儿，哈哈哈哈，不是八丑的好看吧？快夸我！开箱结束散会吧，拜拜啦，下次见。好用好物随时分享，嘻嘻。